这就是我的兰花盆。我的兰花盆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精致啊，里面看起来是不是很多杂草？我为什么不把这些杂草拔除掉呢？因为只有这种杂草长起来，给它适当的遮阴环境，那么这样的兰花生长才会显得更放野生状态，原生态的环境。看看我的兰花的叶子是不是长得还不错啊？我一般都不会对它们进行什么特殊的修理的。哎呀，杂草丛生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兰花叶子还是长得很好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兰花并不难种，不要把它当个宝一样的。兰花其实它很好养活的，就是在这种杂草丛生的兰花盆里面，兰花长得不比你阳台上的差吧。继续录制这个视频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谢谢。